坦白。老师干杯！好了，希望刚才在干杯，祝福零八我杯共可以一直做到我们都垂垂老矣，收视长虹。这个喝酒都喝不动，都喝什么什么绍兴威士忌那种老酒之类的养命酒。你现在这个是温热的水，好了，好养生哦。有一首知名的歌曲叫做《好》，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可是变老这件事情已经渐渐的，你在笑什么？你自己接好棒，又好冷因为我觉得说，很多人对于变老这件事情都觉得说，哎，变老很可怕，很可怕啊！但我们其实慢慢的都必须要接受开始在变老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看，说到底变老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要怎么样去抵抗变老，还是我们无法抵抗？来，欢迎我们今天所有的来宾。Yeah, yeah. 第一位是从，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变老要找他？我本来真的很喜欢讲什么变老的事情，就坐在这边突然觉得。I'm so young. Oh, OK. 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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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童装不打混，他现在买衣服都买童装啊，真的超棒的。接下来这一位呢，就是看不出来，但事实上真的很养生的凯莉。好，接下来就是不管怎么样养生都是越来越胖的马克吐司。还有这一位就是真的越来越瘦的黄奕豪。在开始今天所有话题之前，要先考验一件事情，就是听说老齁记忆力会不好，所以我现在会先念三个名词，等一下这三个名词我们在最后面结尾的时候会再问你们一次，看你们记住多少个。好，来，你们事前都不知道这个内容齁。来，第一个，海马回微缩。啊，什么意思？海马回归，海马回是一个脑海马回微缩。第二个，柳橙。第三个，最初食堂星期日的脱口秀课。最初食堂，我看过哎。最初食堂星期日的脱口秀课，好 ，OK。凶错耶，最初的。各自大家都要用自己的方式记忆哈，等一下最后面结尾再问你们一次，看你们记得多少。如果记不住的人，就明显的应该是老了。其实我就觉得你现在就可以直接考我了。记不起来。来一边，大家可以先用一把刀子刺在手上。你们第一次觉得自己开始变老是什么时候？开始变老。奕豪第一次觉得自己好像。有点迈入老这部分，而不是年轻人什么。我说在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有跟不上年轻人的状态，应该是我有一次就是去一个国中教课，然后那个时候我跟国中生关系还很好，就还没出什么事情。然后最后有一个才艺表演，有一个女生自弹自唱《好想你》，大家听过这首歌吗？听过。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然后我听完那首歌之后，我想说。这到底是哪一个幼稚园的人格？你没听过？我之前没有听过这首歌，然后后来跟我讲说这是一个哇，马来西亚很有名，然后那个很有才华的一个女生。对，然后那 MV 就是有东西的那个，一个才女只用了三个字，然后就写完一首歌，真的很有才。我好希望带那首歌回到民国初年，然后给胡适看一下这首歌，就是。这比喻也太老了，就是为什么胡适？他的意思是说胡适推行白话文运动，你到底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对，多可怕！你看我们是有水准的。对啊，谁想要听你讲这个？而且这道菜很。对啊。怎么样？说啊！可以帮我做。怎么那炒饭你不要吃好了，他不想要记这个的味道。你用那个萝卜汤洗漱一下口吗？你可以用绍兴漱一下口啦。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哦。好，所以你是第一次感觉到说年轻人用的用词用语跟你用的年轻人歌曲，然后他们现在听歌的那个逻辑，我现在跟不上。还有哪些歌会让你就有这样困扰？其他的不方便说吧，讲出来得罪。什么数字有那种数字团体啊？谁啊？九那个什么一九啊？五月天哦。没有你就讲。是不是还有5566？那个也是数字团体，那个年轻人真的不知道。我以为是183 club， 还是老的。我以为是原野上重唱。什么？有数字的都可以用。你真的讲183跟566，现在是不是有些国中跟高中生是不知道？不知道哎。5566应该还勉强知道，183真的有点。你知道566吗？我小学的时候想要嫁给那个
黄少伟。对。不是不是，是孙协志。哦，是孙协志。你的菜是孙协志。小学的时候。小学，那你现在有没有疯的偶像、迷的偶像？没有哎、欸，而且我现在那个什么 special 什么的歌我都没听过。他、啊、这样算老吗？你们知道 special？ 我知道啊 ，Break it down，Break it down 那个、啊。我刚开始主持节目，他完全不清楚，我是搞不清状况。对你来讲的偶像，你干嘛吓成这样？对，我想说你要我讲什么？我说你对你来讲，偶像团体，你喜欢的是哪一种类型？哪一个团体？我小时候最喜欢五月天啊。五月天还 OK 吧？五月天是你小时候？你什么意思？五月天是我高中的时候。长青团，长青。我高中的时候五月天出来。你第一次觉得自己好像变老了是什么时间？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变很老，我觉得我很年轻啊。哦，老人家都会有这种心态，没有错。想喝醉了，谁说我老？你才老。喝醉了，挖脖子，挖脖子。不是，我真的觉得二十几岁的人才会说，哦天哪，我现在好老好老。然后等你过三十岁，我天哪，我超年轻，我现在好样、哦。你刚刚才倒一杯温水出来，你说这种话，你还是听到还温水，还有温水的感觉。不过我对瑶瑶第一个印象就是我刚入行没有很久，我第一个演出就是跟瑶瑶一起。嗯，然后他那时候女生站起来吗？女生站起来，然后他才二十五岁，然后一直没说，我觉得我超老，然后我就对他超堵烂的。真的吗？不是，你有把这件事讲开过吗？没有啊，今天 right now 第一次。有啦，你有讲过、哦。我忘了。出来了，真的忘了，他已经忘记了。海莉已经学到综艺节目的时候，台面下的事情要在台面上解决。所以那马克，你觉得自己变老什么时间？就是半夜的时候要起来尿尿。哎、欸，好，我也会。真的对不对？会，男生都会。以前可以一口气睡到天亮。你现在几岁？我现在三四。可我在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发现没办法一觉到天亮，因为半夜会起来尿尿。你半夜起来，大学半夜起来是尿尿吗？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先做完才睡的。但以前是不是我们觉得自己可以熬夜，但现在都不太能熬。我现在真的熬不起来。不行不行，熬一次夜都要花三天才能补回来。真的好累。我刚刚突然停，现在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好想泼他、喔！你先把少爷干了。可是我的状况是我还是可以晚睡，但是我就是我以前只要晚睡，我就会睡到隔天中午。但是我现在就是没办法睡那么久。你应该睡到几点？早上十点。没有，就你可以下去了。但七点就会起来。那我们各自讲一下，你们觉得初老到底有哪些症状？刚才讲到，例如说半夜会起来上厕所吗？其他有什么样初老的症状？例如说凯莉，就是打完炮的时候会立刻睡着，这个正常应该，这通常是男生做的事情，不会睡吗？不会，对啊，就会觉得立刻很想睡觉。你再过几年，你会打到一半就睡着，再来就打之前就睡着，就睡着，哎、欸，就没有那个打炮的行为了。不然，对、啊，不然就是有时候说，哎、欸，今天晚上要不要做一下？我说好、啊，然后躺床上说啊。就睡着了。对，可是这不就是太累而已嘛？就运动完太累啊，你就很容易运动完觉得累，你就睡着。我觉得就是没有像以前那种如狼似虎的那种，对啊。所以跟性欲有关。我觉得好像是。可是以前人家是说，女人到了三十五，果然如狼又似虎，你知道吗？你这时候应该是最激情的状态。好老。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对啊，五十工地能稀土啊。你这比我更完整，完整完整，还稀土。马克觉得还有什么东西？我觉得是食物，就是像以前可以真的是暴饮暴食去吃吃到饱、嗯，现在这完全没办法。哦、以前吃到饱、嗯、一盘，现在完全没办法。对、嗯，以前可以吃肉吃三个小时，嗯，现在真的吃一个小时的菜都不行。食欲变小了吗？没有，就是觉得会死掉。吃太多会死掉，真的有一种有很多饥荒的那些小朋友怎么办？你死亡条件很容易满足，就死掉了。现在真的是没办法，先去吃一次吃到饱，大概点两盘肉，就不行，连冰淇淋都没办法吃。冰淇淋多严重？是因为冰，然后又甜这些东西吧？可是你又不戒糖。没有，可是因为以前我会吃一大堆肉，吃完然后再吃冰淇淋，再吃甜点、嗯，现在完全没办法。你知道我们之前有看过马克以前年轻的照片，就大概也不是多年轻哦，就大概几年前哦，那个身材，2015的时候，对，肌肉是肌肉，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有人鱼线哦，看真的假的？我没有，我没有看过，回去看一下，我们照片放在这个地方、哦。Okay, okay.现在没有，现在没有，现在就是海象而已。那个时候是刚失恋，对不对？哦，对对对对，刚失恋，然后拼命自己，拼命操。我也是，我也是会这样。哎、欸，是不是其实三十岁之前，或者是三十岁之后，
那个运动能够达到的效果，我觉得差很多，差非常多。新陈代谢很好，就瘦得很快。现在真的没办法，不是我不参加我怕练太胖不认真，是我真的没办法瘦。就你可能真的必须要运动，要很频繁，对，一直不断的运动，你才有机会把自己的那个脂肪给消耗下来。而且时间很容易累啊，很容易累啊。然后你难练啊，你又很容易吸收。对，你随便吃个什么淀粉，哇，脂肪都囤积起来。身体很糟糕。三十岁之后还好好哎。啊？他一直在运动啊，他有持续运动。我吃超少，你看我一口都不敢吃哎。那我们就傻，我们在那边一直吃东西，一直填满。我觉得我跟你讲，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就是真的会看很不顺眼，就知道自己老了。哪边？就我觉得像这个，怎么站起来？你站起来，为什么没事要露肚脐？哎、欸，那个妈妈在叫你。为什么没事要露肚脐？出来为什么穿这么少？对，是有什么需求要露肚脐？现在妈咪男人很热，再给我回房间换好再出来，去穿着长袖套头的毛衣。摸更摸小丽啊！他说啊，我出老了，肚脐露出来。快去换，不要让恩阿姨生气，快点。凯丽，凯丽，你不要这样讲他，你站起来让大家看一下你穿的什么。凯丽。你所以你才会觉得说我在外表上面啊装扮上面，所以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有老。也不是哎、欸，我觉得就是真的会开始不在乎，就是以前会想要唧唧营营的，会想要符合人家的期待。你来讲成语，你不要乱听，就是唧唧营营，唧唧营营，会想要符合人家的期待，比如说只有女生要。你笑太大了。好，就唧唧营营，你说你会因为以前为了女生要美白啊，要瘦瘦的啊，然后现在，然后比如说胸部要垫很大，要看起来身材很好什么，就是社会的期待。然后我觉得到了一个年纪以后，你就无所谓了。哦。对，就是觉得做自己就好，然后发现这样子以后。反正大家会觉得你这样更好之类的，反而显年轻。你们有去参加过那种国中或高中同学会，然后意识到发现说，好像自己比同学都还要年轻很多的状态。哎、欸、有哎、欸，真的有哎、欸、有、欸。我没有，我就做表演回家。他就是那个同学，他就是我看到的。哎，我觉得王毅好，我觉得我们蛮年轻的。有啊，你们有看过那种是明明跟你同年纪的，甚至是说不定小个一岁，小个半年。但是他看起来确实像40、50岁的那种工程师。我觉得有的是因为工作跟生小孩，我觉得没办法。而且发量真的差很多。哦，这个。对，你只要发量稍微有头发了，好不好？现在你有帮我把那个刘海整个拨开？刘海我是有头发，我的吧？有啦有啦。我这个帽子是造型而已。我刚突然间一瞬间出神是在于说，我突然意识到，就我们是一群，就是坐在桌前面啊，这样吃东西画这样，哎、欸、哎，六个老了，你老了，这画面还不老吗？超级老的，我们就五个阿北在那边聊天，哎、欸，我头发拔去了，对啊，是不是我人前进了？当初蒋委员长召见我的时候啊，是很仓促啊，我守得多用力啊，当初8年抗战的时候，干你娘，我今天跟你们再通一光，好像。那个过年吃饭硬要跟一些叔叔阿姨，你说长辈，你说你现在的感觉吗？哎，悠悠什么时候结婚啊？对啊，我看你年纪不小了。对啊，哎，碗端着菜夹夹去看电视。那马克呢？你有意识到身旁哪些人明显看到那种就是哎变老了？变老了。卡米蒂的老板张硕修，什么点？非常明显。因为我在他身边大概十多年、11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以前头发是蛮多，就真的蛮帅，现在也是帅，但就变成阿北秃了，就秃了，长啊，很明显，很明显。他以前头发是长的啊，我记得很久以前的时候頭髮，最久以前是长的，对，然后后来就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就从 对，就真的从背影看有点稀疏，对，他现在唏嘘啊，唏嘘啊，真唏嘘，梳完就虚了，就真的老，就真的变老了。可是讲话上面又觉得好像。还是跟着我们在走，哦，还是屁孩的。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就是卡米蒂的发文总是会有一些奇怪的半形符号、标点符号、半形符号跟空格，就是看不懂。就可不可以请一个小编，你不要自己打。然后后来我才听说，他说每次都看到 social 那边用一只手，一个字一个字按，哦，好可怜，多心酸啊！他有老到这种地步？对对对，他不太会打。他曾经跟我讲过一段话，就是因为他就在做这个产业，所以不会觉得他特老。可他跟我讲过一段话，我真的觉得他已经是。阿北尔哦，就他就跟我讲说，哦，他这辈子也没有机会再有小孩，所以他会把我们当孩子一样照顾。那我就突然觉得，我这句话是有什么问题吗？什么幼稚园园长？对啊，对。因为他心态上面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大家长，对，而且他也觉得他的年纪已经不会再有什
什么结婚生子的结婚。哦，对不起，我以为你是说他这个年纪已经没有办法了。也是，我不想那么直接的事情。原来不是新年的技术上面办不到，技术上也办不到，技术上办不到。哎，但如果真的作为一个大家长，就 social 每年，我们现在那边温馨一点，你问 social 每一年的尾牙人越来越多，哎，你们现在都是晚加入的，我们以前早期看到的尾牙是十几个一桌而已，对对对对对，然后现在看到是子孙满堂，我觉得 social 可能自己在敬酒的时候，怎么今天搞得他的告别式一样，他可能在敬酒的时候看到底下全部都是他的所有的子子孙徒子徒孙，对，那个是应该是会感人的，你会发现说，哎，老又怎么样，我有我的 legacy 传下去。或者是想说，哎、欸，奇怪，这个产业怎么来蹭饭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哎、欸，我认识你吗？你今天给我出现是什么意思？从奇怪变五桌那样，很多两桌不认识。以前的人还是比较在乎脸面的，现在都不要脸了，直接来蹭、欸那。那会不会你们有觉得说变老也有一些好处？有些变老之后，有时候发现觉得好像自己成熟了一点点，我可以看清楚一些事情，看清楚一些人。或者实际上生活当中的好处，我觉得这件事情跟变老没有直接的正相关哦。就是你看到很多老人家，他一辈子都想不开，就是哦，就是他们可能老了，啊、但还是很偏执、很固执。对啊，所以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是在你有没有用心去思考你的人生，有没有去感受你的生活，我觉得这才是比较重要的。嗯，有一些人二十出头，你也是觉得他活的就已经是很那种，我觉得他这段话超老。老人家在讲，对，老人家你刚刚眼神就瞄准这句话瞄多久？我讲我什么？我在让你再讲几句，你有没有觉得？这看起来很像我二舅公跟大姑婆在那边斗嘴，看一下。老老力告，亲家卖 gay 搞。讲到第二句的时候，我已经登出。第二句又登出。哎，笑脸拿龙安内啦哈，那怎么敬老尊贤？悠悠会觉得说身旁，因为你真的是我们其中最年轻的，就身旁哪些人？是你觉得老的代表，就是说卡米蒂叫出来的喜剧演员，就在场没有，也合理。哪些点会让你觉得他们真的是老了，跟你有点落差？可是讲这个蛮伤人的。听，快点，快点，因为我有一个之前同团的团员叫不知火。讲到这里，点到为止。是啊，对对对，嗯，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你觉得他有什么？没有，你就讲他什么点会觉得，哎、欸，好像跟你不太一样。就他使用三 C 产品的那个字是大到我在这那边都可以看得到他在打。哎、欸，有哎、欸、有哎、欸，就是确实手机你常常看到爸爸妈妈帮他们设计设定那个字体就会弄得比较大一点点。你不要小看人家，人家听得用一个礼拜五十几个配对，每个想跟他聊天。他用听的，他用听的。我记得很久以前看到他的手机桌布好像还是一些花哎、欸。你说他传贴图就会传个早安，你好长辈图的长辈图的背景图，他用长辈图跟人家滑听的，你知道多厉害？哇塞，好猛、喔！这就有市场啊！说我老公老够有他波头刀，我口技厉害了，我不想接，我不想接。啊，还有壮壮，哎、欸，这样壮壮就意外了，壮壮应该算年轻了吧？因为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就是他有一阵子突然变得很瘦，然后就突然觉得、就他怎么好像变得有一点年纪了。他是甲亢，你知道吗？我知道啊，我的意思是说，突然间看到会有点，然后又有一些白发、哦，有时候他又会有点病态，很不羁这样子，就觉得啊。但你真的要讲吗？你真的要讲，就是他跟同年龄的艺术家，同年龄的其他职业的人比起来，他其实算是年轻人的感觉。对 对, 對。就我们这个职业，我们自己还是会私底下会想说要保持心态年轻啊什么的、嗯。真的。你真的老，就是说，哎、欸，对我们来讲，经验的增加，我们知道说有一些素材、一些历练可以用在我们的段子上面。所以等到我们开始写一些什么哦，三 C 用品什么的段子，就表示我们真的老了。对我们喜剧人来讲。那其实今天我们有特别的收集了一些，就是年轻人知道，但是可能老人不知道的东西，我们要秀给大家看一下，看你们到底跟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落差。小朋友们的平均年龄在24岁，然后他们有一些就是比较，他有传给我一些照片，就让你们来分辨一下下，说到底这些东西是什么，他们不知道，然后看一下你们是不是知道，或者你们也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好，第一个东西， okay. 所以我们应该要不清楚还是要清楚？你们觉得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拼拼，这是什么啊？我知道啊，就是以前会在那个桌上跟人家斗斗斗那个豆牌啦，豆牌豆片，豆片，假装不知道，我知道，就是要压到对方身上。这个是一块钱呐，很明显没有看你看底下的国币啦。这个就是以前那个叫什么那个豆片嘛，他们讲豆片，然后你要用指甲去嘟嘟嘟嘟，然后这个东西你们不知道是什么。真的摇头，这个东西就是压在别人身上你就赢了。
对，跟现在差不多。这就是我们以前最古老的性教育了。小学都靠这个性教育啊。他说：“看这样子盖上去哦，就会生小孩了。”因为这样你会得到别人的。对我压在你身上，我赢了哦。压在你身上，你就可以把别人抢过来了。啊，好像是你现实这样状况。好，接下来进入到进阶一点的题目。好，这个东西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性玩具吗？不是，如果你有心，应该是有机会了。哎、欸，这个感觉蛮有趣的。这个东西，对，要知道什么吗？是碗吗？不是碗，没有，它大概大小只有这样子，就小小这样子。所以你们两个都知道，我知道。会不会其实是分男生跟女生？所以是，吸乳器这个东西，我连外面那两个大人都在摇头，我不知道。哎、欸，来，马克讲讲是什么？弹跳球。听起来是很像情趣用品，但是塞进去就会一直弹，一直弹，一直弹。这个东西我记得那时候就把它翻进去。它有几种玩法，一种是你弯过来之后放在桌上，它会滴咕一样弹进来；另外一种就是把它当成那个叫什么吸拔罐，对对对，然后就吸在自己身上，然后就会留下草莓，像草莓一样吸一节课这样子，就是小朋友用来。这个是不是有点城乡差距啊？问吗？什么意思啊？应该台北长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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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国外读书的。没有，我们在台北长大啊。台北长大啊。我想说，伯克莱没有玩过这个。台北的小孩好可怜哦，都没有玩过这个。我花莲玩得很开心。好，这个我们没有确切的学名，这个你们也不知道。好，我看。好，来第三个了，第三个来，这个东西应该就比较……应该先不问你们知不知道是什么。变竹鼠抓抓。你在装？在装？多了。对，有没有看过这个东西？是变形金刚吗？是变形金刚吗？仔细看清楚里面装什么？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哦，是录影带。哦 ，VHS 啊，回带机。你为什么叫它叫回带机？叫回带机，回带机，对，只要放进去就会可以从头看的东西。对，它就是进去开始倒带，就在录影带。我甚至都怀疑你们都不知道。放进去就会转，放进去就会转。放进去看就会舒服。他们连光碟都有点。来，接下来这东西不是物品了，是地点。哦。来，听到 New York New York， 你们会想到什么？你们知道 New York New York 是什么？那没有很久以前吧？一首歌，对啊，都没有很久。没事，你讲，你就说，你说 New York New York。好，如果我说它是一个曾经在台北出现过的地方，你们知道它在哪里？餐厅，是吧？不是餐厅，信义区。在那个微秀那个附近的哦 ，ATT 播放，哎，有了，那你知道？不知道，你不知道，因为我后来事后查，就是这个地方，它就是现在 ATT 不是 ATT 播放，那个是 ATT 播放吗？对啊，微风南山那里吧？对，是 ATT 播放那个地方。那以前曾经是叫做 New York New York 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城乡差距啦。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你们在玩弹跳球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你在玩买东西，是不是？在玩 shopping 的，因为每一趴都要放城乡差距就对了。你知道为什么我有这张照片？是因为上一次我们在9888那一集的时候，然后我们大家呛说啊，就是因为开玩笑说要那个伊诚的反应说啊，我都没有去纽约学什么东西哦，人家故意呛啊，干嘛去纽约？去 New York New York 唱歌就好了，我是这样讲。然后我们的制作人呢就传了一个讯息过来跟我讲，浩平，你刚刚讲什么？没有人知道，你说那个是什么东西？他在台北市政府附近，就信义区一间建筑物，然后他那个地方原本就叫 New York New York， 是卖衣服的，就百货公司，然后大概是个12年前的东西了，我还来不及逛，我没有进去逛过，他就倒了。哇，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是有时候会让你印象突然间有点心一惊，就怎么会这样子？你们有没有听过年轻人有一些你们匪夷所思、没办法想象、你不知道是什么的流行语也好，或者习惯动作？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感觉是傻眼猫咪，好，傻眼猫咪，傻眼猫咪，无盐薯条。那个时候我真的傻小，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无盐薯条是一个词，不是薯条不加盐，是一个词，不是哦，是个词，就是无盐。你们笑，你也不知道，你笑什么笑啊？所以你刚薯条不加盐是一个梗，不是哦，不是。那个一开始出来傻眼猫咪，你知道吗？我知道傻眼猫咪，我知道。就傻眼猫咪出来之后，然后开始大家开始做创作哦。无言薯条就是不没有话可以说，无言。那你们有听过哭哭馒头吗？有。有。那你们有听过干爹娘叉冰吗？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柳汉娘的梗。前面三道我听得懂。吃过叉冰有什么关系？吃过去我们现场有小朋友。跟叉冰有什么关系？你听过吧？一直把两个脏话词拼在一起。不是，这是个真的词啊。
什么意思？以前有人用这样的骂人？废话！他是在骂什么的？这你们台北人都是这样骂人啊？城乡差距，城乡差距，不是啊？是那个叉冰很难吃吗？你在骂叉冰？不是，重点是前面的脏话。对啊，那跟叉不是那个后面加任何食物都是跟薯条也没有关系啊。我觉得那大概是以前外省人在骂的，骂了个叉冰，大概是这种感觉。现在什么年代还有人在说外省人啊？哦，有啊，我小时候很多外省人。哦，你小时候虽然带狗牌，不能说中文。我没有到这个年纪，没有到这个年纪。所以这个也是个辨认方式哦，因为现在还是会有人讲全省什么东西。哦。对，就是讲啊，这东西全省 Seven Eleven 上线，大家就知道省了。它是那个没有，现在还有废省。有对，所以其实用词的差异也会看出差别。马克有没有听过？国民党人不准是年轻人，是不是？这是什么？我听过的是旋转、哦，我真的不知道旋转是，就我后来知道他你不要旋转我，可是他为什么会衍生成这样？我好像就是把你当旋转门哦，任意的摆布哦，不要旋转我，不是不要，我猜是这个，不要装傻我，就是有点像不要以为我很笨那种感觉，不要给小朋友，对啊，不要操弄我、啊。我们现在这个环节是不是听起来很老？流行语猜猜猜，你们可以跳过吗？你觉得太早？你好，我在。玩什么以前什么齐天大圣的那个综艺节目这样？那你有没有感觉过，就是哪些年轻人讲或动作让你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无法接受？有吗？没有吗？就是都会忘记啊，没有听过就忘啦。那这部分就老的部分没差，记性不好。幺幺呢？看过？就旋转啊。就这个是年轻人还是老人？他算我们这边年轻人嘛？你骑摩托车的时候给男朋友载，你会从前面像伟雄一样抱他吗？从前面，不会，可是我会把脚这样。那你会从后面？那你会从后面帮他打手枪吗？谁会这样子？谁会？他一定会。这样子的时候就会唠叨一下啊。对啊，为什么？就在你看这不分年代，没错，大家都是这样子的。你们没情趣，斤斤计较。对啊，我说哎，玉红小心骑车。安全第一，你这是爆咖。为什么要这样？除了我在抓到你跟这个话题有什么关系？这跟老有什么关系？我不是很明白。这个是老屁股会有的行为，他们讲这个。不是啊，抱的时候就离那边很近啊。对啊，就是要弄下。哦，就开心这样，哪有不能反手的感觉？对啊，对啊。你会在后面偷摸你奶头啊？变态哟！我只是问他有没有无尾熊他而已，他没有生出这些变态。可是无尾熊他是现在的流行吗？就是年轻人会这样啊，可是很危险。你说他是从前面这样走，正面，我觉得很危险。当时我这样子，还有一个，我讲认真的，就是做爱这件事情，其实年轻人会用以前之前叫什么凹咖，什么意思？凹咖，凹咖是什么？有听过？他们说 M 型脚吗？对对 ，M 型脚，他们会说，哎，你去凹咖啊什么的，然后就说你这句。年轻人，凹咖的意思，2019年的时候的说法，所以这个是没有，我觉得这有可能是小众的。哦， okay， 这是小众，小众有人真的讲说是凹咖啊，还有一个啊，我啊，你讲，你就看到了没有？买可乐，哦，这我知道，买可乐，对，这个我知道，这个好像是从偶像剧出来的，对对对，可是这个听起来好像什么60年代的流行哦，买可乐，买可乐，我还有听过一个新的，烧杆子。修改哦，你们我讲一个以前讲的，哎，这个突然间大家都有兴趣，妖精打架，这也太老了吧？是为什么？妖精打架，你不觉得很有画面吗？大家这样子好了，我现在出几个，就是我们这边所调查到工作人员呢，以24岁平均年龄会觉得说。哦，哎，我们都知道，那为什么你们不知道这些词哈？那这些词我们要进行一个小小的考验，好，然后看各自有没有办法猜出是什么样的意思，我们要计分。好，最输的有给你们这些老屁股、老头脑的人惩罚。好，又有惩罚，就已经老了还要惩罚，好可怜。已经老了，够。确认这几个你们刚才都没有提到。好，还有哈，来第一题，我们先看一下第一题。锅。我知道后面接雪芙嘛，来，郭富城，为什么我想到的是郭主义？来，你们先不要讲，你们用抢答的，用抢，知道是什么答案的就举手，然后这一分就是他的，分数最少的五题之后分数最少的人要接受。好像是某个字的连音，我印象中是一个连音，我知道，你说知道，来举手，干我屁事吧？哎，哦，好像是，为什么？过过屁事，对啊，过屁事，过屁事，过过过，好像是，恭喜答对，哇，厉害了，
不是有什么好收押，真的是年轻人有什么好收押？谁可以告诉我屁事在哪里？第二个知妹，知妹就是要很湿，知道举手。这我不知道，知男我知道，对啊，知妹我是不了解。对，知妹就是知男做搭配的嘛，万一知男出不来，就知妹协助这样。知男而退，不是这个，就是不是不是平权。来提示一下，它是一个动作，一个行为哦。差不多，差不多。哎，这 A 男 A 女的动作，哎，哎，猜嘛，猜嘛，进行猜。你要有水。不一样，要回答是或是或不是。我要再把提示缩小一点，他呢跟性比较没有关系。哦，猜不到，猜不到，猜不到。那这一分没有人拿到啊。知妹的意思就是把妹。哇，为什么？什么啊？把到他出枝。我其实跟性行为其实有关系。对啊，我其实在有关系。没有，我是说这个行为本身它跟性是没有关系，还没有道理。那为什么知妹叫把妹？年轻人讲的啦，可能你们有被知妹过吗？应该是说有没有被知过之类的吧？谁会？哎、欸，我知你好不好？都被告，都被告。所以现在你知吗？知吗？知吗？知一下，知一下。来第三个哈，刚才这个没有人拿到分数，二四八六，二四阿阿斯巴拉，阿斯阿斯巴拉是什么意思？好像是就是罗索的某谁，罗索是你这个人吧。烂烂的，就是突那个两光两光的，两光两光，真的是螺旋，你好不好？二十掰溜，二十掰溜什么意思？就你不会硬讲谐音哦。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团购网站，是吧？十八溜，然后两倍，然后二十八。你有任何的概念吗？我好想尿尿。老人，好了，停住了，好了。刚才你讲阿萨布鲁嘛，恭喜黄瑶答对，二四八六就是阿萨布鲁，就是行为哦，骂人不检点哦，阿萨布鲁的意思。他好像用阿萨布鲁的词，应该就是老人用阿萨布鲁，那他年轻人就用二四八六来讲哈。然后接下来下一个是潮他妈的，潮他妈的，潮他妈的，就潮他妈的，就是想要潮他妈妈。知道答案的举手讲，应该就潮他妈的。你说脏话是不是？对啊。好，两个这边是脏话，你呢有想法吗？我觉得是很潮的意思，很潮的意思。啊，你呢？就那种潮到出水的感觉。对啊，就是想要潮到他妈出水。好，所以这三个都是往脏话的部分去想。只有马克潮到出水，对，泡泡之妹，很好看。恭喜马克答对，很潮，还是反讽哎。是反讽，就是他有你很潮哦，很潮踏马的这样子，所以应该是很 low 的意思。我其实甚至不知道我讲的方式是不是对的哦，有可能观众会看到说真的就是个老人，没把它用对。什么情况下会用这句字？嗯，可能是例如说对方就是穿得很怂，就哦好平潮他妈的，你是想要骂我？这到底是称赞还是贬义？他说是反讽，说应该是贬义啊，应该是贬义。但是刚才这个算马克拿到分数哦，所以现在黄奕豪拿到一分，我一分，然后你一分，我要一分。哎，下一个，快点，快点，快点，让你先，这个来，第最后一个，哎哎哎哎，没有没有，这个没有翻奖，没毛利 ，SK two。Z 吧，这是 Z 哦 ，SKZ 还是5KZ， 5KZ， 你知道 SK two 是什么吗？你知道，到底是哪一个？这个是什么 ？SKZ 什么意思？死鸽子，就是骂警察的意思。八加九骂警察，死鸽子。你跟中立的警察有什么过节？我有发了十次。SKZ 我知道了，但是 KZ 我知道。提示一下，它是一个。在特别的日子会说的话，特别的日子，节日吗？母亲，我不能再多讲哦。来，最后五秒钟，五、四、撒凯莉，有没有概念？撒凯莉，好想尿尿。好，跟大家讲，答案是生日快乐。凭什么？为什么？凭什么想的？我觉得有可能是生日快乐，或生日快乐，反正生跟快，生快，生快，然后自己剩下自己就是一些浊音嘛。哎，我觉得。所以这就是年轻人无法被理解的地方。是啊，我觉得就是这集好老，为什么要这样自己啊？好，所以呢，凯莉就变成是我们这一集确定的初老王。耶！他口口声声说觉得自己不老，但是呢，事实上是老的哈。所以初老王要心态健康，初老王要接受我们的惩罚。是这样子老的啦，来惩罚，不能打我肚子哦。啊，三个名字啊，对对对，我都忘了这件事情。老自己都忘了，我记得，我记得，都忘了。老主持，来，各位还记得这个刚才前面讲的三个名词是什么吗？嗯，
来，我们从第一个开始讲，然后大家同时说。好，好，准备，一、二、三。海马回尾说。很好。第二个，柳橙。忘了。这边没有跟上啊。出了。忘了。来，第三个，最初的第十堂脱口秀课。对。我没上过。真的都忘了。还要最初的。哎、欸，所以这边两个是有跟上的哦。他们答题也快，也有，然后这边是记不住，你纯粹就是记忆力不好。我每个空档都在想这三个字。凯莉可能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真的很想聊聊。好，身为初老王，我们再给初老王一个掌声。初老王要接受惩罚，是要什么？我们要送你一罐初老必备的防止老化的基金。现在要喝吗？你可以喝啊，你现在喝。我好，就是在你很想尿尿的时候。这惩罚好狠哦！他想尿尿，然后一直在喝东西。现场喝完啦，你们套绍兴，这算哎对啊，加一点绍兴。很喝哦。哎，老了之后真的会开始想喝这种养生。对，我现在已经狂喝，我每天都在喝。我们经过 Seven 或者屈臣氏就会看一看，哦，买一罐好。什么帝王饮啊，玛卡啦，银宝善存。我从小学就开始喝鸡精了。啊，真假的？就我妈都会给我喝那种一开始学进鸡精，然后一般鸡精的，怎么样？口感如何？怎么那么快就有办法打嗝？我要尿尿，你要帮我，赶快做 ending， 快点 ending。好，我相信不管怎么样哈，老翁老贵，但博头老是关键，就是老归老，但我们都还是有自己厉害的地方，请大家千万至少心态上面不要变老，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年轻的感觉。Yeah! Yeah! 大家吹个口哨来庆祝我们没有老化。敬业啊！敬业！我记得你不是说过吗？就是说，其实在，就是老或者头发变灰白是一种智慧的象征。我没有说过这种话吧？是在我们另外录范姐节目的时候啊。哦，因为那是在范姐面前啊。啊，是这个意思啊？总是记者要说人话啊。废话。这段播出的时候，把特地剪出来，传给范姐。